现在是下午时间6:30，距离你们今天任务的截止时间还剩1小时54分，任务卡就在桌子上，请大家读取一下。一起吃西瓜，限定时间内七人接力吃完一个大西瓜。从第一个人开始，觉得吃不下了就吹口哨，然后把西瓜盘子传给下一个人。最后一个人需要吃完所有的西瓜并吹响口哨。我不会吹口哨，怎么办？我不会，你们不早点说，这么会吃老多东西，吹气球也不会，吹口哨也不会，吹牛。你们不早点说，一路吃老多东西了，真吃不下。200秒的时间，大家要接力吃完这个西瓜，如果没有吃完的话，就视为这一项任务失败。加油！看瓜人走起，来吧。不要挑了，直接吞下去。我就直接吞了，对。来，再吃。可以，可以了。我觉得他有能力，可以多吃几个。感觉神好棒啊！神好棒啊！你还吃吗？可以可以可以。你还吃啊？还可以吗？嗯。他一点儿都不吃。哎呀，有点流口水啊！一点儿都不吐。你俩好厉害呀，宗神好厉害。等一下，要吹口哨。他吹了。口哨呢？快快，现在还有多少？哎、吹不住。现在已经40秒了。哦、哎，我要吹不出口哨怎么办？你做个趋势，我给你配音。三。快点，快点，有点大。快快快！不要想籽了，就咽，对。想籽儿了，他说只能这样了。考虑籽儿。最难的吹口哨。多少秒了？现在已经1分15秒。得吃完再下一个。我觉得赶紧给我们，没时间了。他在榨西瓜汁。哎呦我去！我他在榨西瓜汁。我刚才就怕你，白鹿不要再榨西瓜汁了。新白鹿牌榨汁机，来给。过去90秒了，快快吹，先拿过来。90秒了，朋友们。吁是什么？吁了，可以了。我们俩能同时吃吗？不能。那我能把这盘子拿过来一点吗？可以。那得吁。那你吁吧。再给你俩来行吗？这两块给你也行吗？嗯、不行了，对吧？到我这好像全是大的，手别走啊！多少秒了？120秒。120秒了？剩80秒了。我还有80秒就结束了，晕吗？晕了。晕啊！这算晕吗？快！他不会吹口哨。快！你那往扔外头，厉害！快！晕吗？快点吃完这块，吃完这块可以晕。开始说知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这么努力啊？等一下，没有吹，等一下没有吹。飞地咬了一半，你快吹。哇，那个大的这么大，早知道我吃大的了，朋友。可以。没了，我都。哎呀，好晕！赶紧吃了就虚。快！好厉害，沙丽厉害。
向前舞。过时间了吗？3分44秒。完了。过了220多秒了，我们。很遗憾，大家在这项任务当中用时超过了200秒，挑战失败了。所以我们最后这个任务地点是需要大家从两个任务地点当中进行选择，一个是沙漠里的沙雕区，另外一个是沙漠里面的冲沙区。